教你打 B-box， 清晨录音棚教学时间。啊，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共鸣的一个音，哎，哦哦哦哦，这种方式的共鸣。首先，共鸣当然要出声了，你的声带要出声音，哦哦哦哦哦，好，把你的嘴做成一个这个 O 型，呜，说呜，来跟我一起说呜。呜或者是哦都可以，呜呜。好，此时需要喉咙来帮忙做一个内鼓，呜呜。哎，有没有感觉到不对的地方？呜，哎，有特殊的声音出现了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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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就是在这个共鸣把它找到放大，如果还是做不到的话，就用气流来帮忙出一口气，再出声，呜呜呜，有共鸣吗？肯定会有。找到之后就可以运用了，哎，当做特殊的音色，或者是给它一个音阶。都可以。好，现在强调一下，这个共鸣呢，它非常的简单，也非常难。简单在于它的做法真的很简单，就是呜呜就可以。难在于很难找到这个共鸣点的位置，因为每个人就是嘴长得都不一样，说白了，所以说这个位置不一定就是一样的，所以大家就找这个共鸣点，方式是大概这种方式，呜呜呜呜，用内鼓来带这个呜呜的声音，但是共鸣点可能每个人不一样，一旦找到这个点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轻松，哎，所以说没找到也不要灰心，哎，总有一天会找到的，嗯，好，我们今天这个的共鸣就到这儿，下课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星。关注屏幕下方“倾城录音棚”公众账号，回复 B-box 教学，我在后台等着你。